于老师，欢迎于老师。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张以东张老师，还有你们的情感导师涂磊涂老师，欢迎涂老师。啊，来看看他们如何帮助今天的嘉宾朋友走出情感困惑。各位请看。我们俩在一块很多年了，他一直也挺让着我的。这么多年他其实经常挑我毛病，但是我无所谓，女生嘛。 有时候嫌我不懂浪漫了，嫌我这个了，嫌我那个了，但是无所谓，我女朋友嘛，我不逞谁丑呢。嗯，因为临近毕业了嘛，因为学习专业的原因，然后就比较想出国去看看，去工作个一两年。但是她听到就是我要出国这个消息之后，就一直不同意，特别反对我。我觉得出国这件事情吧，这就不是异地恋的关系了，就是异国恋了。这么长时间不见，这对我们 的关系影响也太大了吧！我不能让他出去，因为我把我们的未来都考虑好了。但是他要出国的话，我以前考虑的东西就全泡汤了。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小李，22岁，来自山东，是一名学生，来有请小李，有请。女嘉宾小张。 21岁，同样来自山东，也是一名学生，来有请小张，有请。欢迎两位哈，老师你好。说这个打小就是同学是吧？啊，对对对，我俩打小就是同学，认识有多大？认识多大了？认识20年了吧？但是是大学才在一起的。大学是一个学校吗？啊，不是，我俩离得还 挺远的，异地恋。你在什么地方读书？我在山东淄博了，是。啊，你呢？我在山东菏泽。你们两个家是哪儿的呀？我们山东潍坊的。对。那你们俩怎么上了大学才谈了恋爱呢？这缘分到了，然后就是在一起了呗。今天为什么来呀？就是因为嘛，我们一直感情也不错，现在临近毕业了，他这边学外语，那小语种，然后他就想出国。 然后我就不让呗，就是出国不是挺好吗？人家学习一下，进修一下。我们因为异地恋，然后这3年时间也挺长的，火车票也攒了那一大堆，我不想再就是谈一段异国恋了，也不想把火车票变成飞机票了。哦，就是想好不容易熬在一起了是吧？对对对。你怎么考虑的呀？我是觉得。 就是我出国学习啊，也不是很长时间，然后我就不明白，就是以前他那么听我，就是大概个一两年吧，我是这么计划的，然后就不明白他为什么以前那么听我的，然后现在到这节骨眼了，就反而就不听我话了。哦，为什么不听话了呀？因为这个计划赶不上变化，他说一两年，然后就一两年嘛，然后我旁边又有很多出国的，然后 出国就没回来了。哦，你把他们飞了是吧？嗯，我怕他飞了。好，他以前有多听话，说给我听听。就是我觉得他性格还蛮老实的，然后就是比较关心我，还算是。然后有什么事儿都会先听听我的意见，但是毛病吧，其实也不少。比如说不懂浪漫这一事儿，就同寝室的女生，就是人男朋友隔三差五就不说情人节了。 就是那种纪念日啊，什么周六周天都会一起出去玩，或者就是送花，甚至画他的肖像画送给他。然后他就是我们两个情人节一块上街的时候，他都没有说是要为我准备一下什么惊喜，走到那个花店，然后他说你要吗？那你说我该怎么回答呀？我这。 然后每次情人节我都请他吃，然后他都吃的很饱，也很快乐。然后他过生日的时候，我都给他钱，他喜欢什么买什么。就好，老实孩子。那钱能代表心意吗？他不能代表心意。我感觉你不是，就是每到这个时候，我就觉得你不是很在意我，就很敷衍，就没有就是心意在里面。女孩子想要的是什么呀？是钱吗？是心意呀。主持人主要是他的心意就是比较难猜的那一种，然后我总是猜不对，<笑>他就比如说有的时候肚子疼，然后我问了很多人，然后查了那种偏方之类的，然后给他姜汁了、红糖了，他都我费时巴力的给他送过去，他都不说我好，然后之后我就给他钱了，直接让他喜欢啥买啥。啊，因为你受了打击了是吧？啊，对对对。
不是主持人，他那个事儿不是我不领情，事情是这个样子的，他当时是找他同学买了红糖，还有一块姜，还有一把菜刀，这么大的菜刀，然后在学校住宿舍嘛，这些刀具都是受管制的，然后如果被查到就要处分，那我刚好不巧被查到了，然后我就被受了处分，那我多冤呀，我是吧。那我觉得你菜刀拿回去还能用吗，家长？那我又不做菜，我用它干嘛呀？好了，行了，行了，就不吵了，以后就古方红糖吧。行行，就这么着了啊。为什么一定要出国呀？大家都知道，学语言呢，就是他学到一定的程度，他都想去那个国家去看看，然后去体验一下生活。啊，明白。然后或者就是，包括啊，对自己专业上也有所帮助，就是因为语言环境它是很重要的嘛，对自己的口语就是提高会很有帮助的。你很笃定要去吗？他拦得住你吗？我觉得他应该拦不住我，因为我这个都是计划好的。明白，明白。你拦不住他，对吧？嗯，对，拦住就不用上节目组了。你就靠我们拦是吧？啊，对对对，就希望老师能劝一下他。这是你从幼儿园开始到现在第一次反抗他吗？嗯，差不多吧。一直以来，我觉着，听媳妇的话或者听妈妈的话都是一样的。不是，这就叫听媳妇的话了啊？那就再听一回呗。嗯，不行，因为我觉得可能他出去的话，然后以后他的话我也没机会再听了。那我又不是一去不回来，我都说好了，我有计划的，我对这个未来，我说我去一两年，那么一两年之后我肯定会回来，我怎么会跟其他人一样呢？我们都在一起这么多年了，你还不相信我吗？对，嗯，对，他说的是这个道理，但是我觉得因为是金子，你在什么地方也能发光，并且我们俩一起毕业了，一起奋斗多好，他非要出去，再说我又不是很放心。好好好，出国一年或两年是吧？嗯，对。中途还回来吗？中途，我觉得现在交通这么方便，这么发达，他就是想去见我的话，就是可以过来看我，或者我就是偶尔就放假回来看他呀，都行啊，这。所以没事儿，你为什么非要拦着他呢？因为就是也是受够了异地了嘛，然后还不一定去哪个国家，我又对外边语言不通，他又回来不回来，其实我也不是很相信了。你不太信任他，你没有安全感是吧？啊，对。你怕他跑了是吧？哎，你就不怕他跑吗？我觉得我不害怕，相信他。啊，嗯，你是跑不了对吧？嗯，跑不了，我不跑。哎，那你就让他去吧，孩子。啊，不行，这是我的底线了，我什么都行。这么说吧，他要一定出国的话，你怎么办吧？我以前也跟他说过，如果出国的话，然后我不能保证，然后再一直等他一年两年了。然后我听听我家人的，然后就是自己找个工作，可能就没以后了。对。啥意思？你直接说多好。就是。掰了呗，就是你只要出国我们就分手，是这意思吧？嗯，对。那我觉得怕吗？但是我就是计划，我跟他说了，就是一直沟通这么久，然后我觉得我能劝他，能劝得动，都感情都这么久了，为什么他不愿意相信我呢？我就是特别不理解。我就是你们俩现在顶在这儿了，是他也不让你也不让是吧？嗯，对。通过今天的节目你有可能让步吗？应该不会吧。那你有可能让步吗？不会。三位啊，看你们的啦，都说好了不让步啊，看看怎么解这个死疙瘩。来，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来吧，伯鸿兄啊，你要到国外去留学，他坚决的反对。我个人认为他并不是自私，他反而恰恰通过这样的一种阻止表达的是对你的一种爱。当然你要一意孤行，可能他也剑走偏锋，这种就犯不着了。你刚才说我跑不了你跑不了，这个话真的不要打保票，谁都无法打保票。爱情在某一些特定的环境、特定的条件的状态下，有时候是经不起挑战和诱惑的，真说不来，
你现在的格局眼界就是眼前这位高个的帅小伙，如果到了国外，你的格局眼界变了，你甚至对男友的这一种评价，你自己的要求都会变，那个时候你说他不担忧吗？不担忧那是假的，那是不爱你。如果真不爱你，你去吧，你去吧，你去吧，哎，拜拜拜拜，哎，你在国外生活好啊，再见。他这里寻花问柳，恰恰他不是这样的人，他才希望你留在国内。所以很简单，如果你真心的爱这个男人，我希望你能够慎重的、理性的，甚至自己做出牺牲的，考虑一下他的要求和他的想法，好不好？好，谢谢，谢谢波鸿兄啊，来雨中，我想跟女孩分享，你真的是不知道现在咱们中国有多发达，嗯，全世界各地，我不敢说所有的国家，但至少一些主流国家，我知道你学小语种，包括你要去的那个国家，现在拼命的想来中国，现在再也不是十年前、二十年前中国人玩命的要出去那个时代了，嗯，现在全世界一些有识之士都已经开始玩命的往中国去挤了。时代不一样了，姑娘，不是那个情况了，好吗？这是一个大的时代背景。第二个，我是觉得，当一个男孩自己吃馒头的时候，却要给你吃面包，你就不要再向他要蛋糕了，好吗？他真的是很爱你，全心全意的在爱你，就怕你受一点点伤害，处处自己很卑微，活的是很卑微，很小心。这个对于他其实这是不对的，但这另一方面他是爱你的。如果我个人觉得，如果我是你的话，特别想满足自己的出国梦啊，虽然去了那边之后也都是未知数，因为一片全新的天地，你肯定会受到很多的打击跟坎坷，到了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答。如果你也像他在乎你们爱情一样，也很在乎他，我个人倒是有个小建议了，但是我不知道合不合适。啊，您说。你可以，你们两个把后顾之忧先解决掉，之后你自己去那边，或者是男孩有没有可能一起跟着去那边，对不对？因为这种例子是很多的，所谓的陪读也好啊，跟着一起出国也好啊，因为你大概也就一两年嘛，嗯，对不对？就回来了嘛。所以如果我是觉得这可能是相对于是一个可行的办法，如果你们两个人都是爱情至上的话，好不好？再好好想想，好自为之哈。嗯，好的，谢谢老师。好，谢谢，谢谢雨桐。来，涂老师啊，你们在一起已经形成了你们互有的互动模式，就是女生在前面，嗯，男生永远跟在后面，嗯，女生当然不怕男生会跑，因为她一直跟着你。男生当然怕女生会跑，因为他的前面只有女生，而女生的前面是更广阔的世界。走在前面的那个人一定不知道在后面的那个人跟得多辛苦，有多迷茫。走在后面的这个人也永远不知道在前面的领路人其实更辛苦，其实更迷茫。虽然你走在前面，但是你们年龄相当，其实外面的世界是怎样你也不知道。这些年来你走在前面走累了，而男生跟在后面其实也有点烦，但你一旦走，他便会有不安全感。爱情不是一个你追我赶的过程，如果爱情永远是你追我赶，就说明你们俩之间永远有距离。
怎么说呢，其实你为我做的也挺多的，但是你能不能考虑一下我跟我一起走呢？我可以为了我们的未来努力，你可不可以考虑一下我？我真的不希望你走，别走了好吗？这个，你真的不能跟我一起走吗？那我留下来。哎，我觉得这个门真的有这个作用的啊！就以后不是在不在一起，如果待会儿你出来，就说明你不走；如果你出来，就说明你愿意跟他走。你们把这个门当这个决定门吧，好吧？考虑一下，就是我让步我就出来，不让步就别出来了，好吗？谢谢两位，请回吧。啊，这个感情的事儿，其实你不耐分析。你从哪个角度来说？如果一段感情经受不了一年的考验，这感情不要也罢吧，对吧？我们可以说他们年轻嘛，但是你听到这种事儿你就真的揪心啊，可不可以为我留下来？可不可以为我走？我们没有权利这么要求任何一个爱你的人，如果他愿意那是你的福气，如果他不愿意请你不要强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边看边聊。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天津 APP 网络电视或者万事达手机客户端继续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欢迎大家登录优酷网、腾讯视频、搜狐视频、爱奇艺、乐视视频、 PPTV 剧里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女生愿意为男生放弃不走吗？男生愿意放弃自己的成见跟女生一起走吗？来请开门，来请开门。来吧，你出来是因为你要跟他一起去是吧？是。你出来是因为你不走了是吧？是。好，来，两位选择一下，到底是去还是不去？选择一下吧，还是没解决问题。所以生活里面所谓的双向妥协，它不解决任何问题，它反而是双输。到底是什么呀？结局是什么呀？出去吧，就这两年我尊重他的梦想。你那国家语言你会吗？不会，我会手语。啊，行，手语吧。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来，来，来，谢谢谢谢。我们要感谢保湿护肤领先品牌，要保湿易贝湿，纯的爱，放心爱易贝湿纯净面膜提供的奖品赞助。来，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吧，各位请见证。请亮灯啊！看了他们俩，突然明白了，为什么现在说这个养儿子是面子，养闺女是里子，一拐就拐跑了呗。走吧，回去吧。谢谢你们，好好考虑一下到底应该怎么办啊！谢谢你们，来来来。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承认在之前很多地方做得不到位，因为工作的问题加上那段时间的忙碌忽视了你的感受，但我保证以后一定对你好好的。
希望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用我的行动弥补曾经的过错。我跟他在一起一年多了，他经常出差，两个人聚少离多，一开始还能把这段关系维持得很好，可后来他出差时开始很长时间不理我，回来家里这边也总是和朋友打牌不来陪我，而且最让我受不了的是，我还发现他和别的女孩子有不明不白的关系，现在我实在没有办法再接受他了。掌声有请这一对，掌声有请。男嘉宾小李，24岁，来自浙江，是一名销售。来，有请小李，有请。女嘉宾小顾，23岁，同样来自浙江，服装设计师。来，有请小顾，有请。欢迎两位哈，啊，不错。今天是男生要来的是吧？嗯，对。求复合的，对不对？是的，是的。啊，犯错了是吗？嗯，对。哦，你看态度多么的好哈！犯了啥错了？跟别人有暧昧。哦，怎么回事？能把这事？事情肯定走不开，是不是？嗯，那我肯定没法去接啊。啊。然后后来他就来找我了嘛，去他住的地方后，去上洗手间的时候，看到他的那个卫生间里面有女生用过的面膜。哦，然后那个已经跟你解释过了呀，那个只是我因为准备一些礼物，可能要送一些客户啊，那我肯定是有些。但是作为正常的女生，你觉得你这种解释会相信吗？根本就不会啊！不不不，你让他先解释一下，我们先听听啊。因为我这个是销售嘛，可能会接触一些客户群体啊。那你送点客户一些东西啊，肯定是很正常的嘛，对吧？那面膜这种东西吧，可能是，有些跟这个皮肤敏感啊这种程度可能有关系嘛，对吧？那好不好啊？那你肯定要自己先试用一下。哦，等于你试用面膜是你试用的。就是厕所里那个面膜是我自己用哦。他解释了你不信是吧？你会信吗？我不相信啊。然后呢？啊，那这个事情就算是这样子，然后第二天他下班回来之后，我想喝酸奶，然后我让他下去给我买了，那他当时手机就放在那个桌子上，然后来电话了，来电话是没有备注的，就一串号码，然后显示了福州，他经常有客户什么的，那我就在想，万一是客户我接了，我跟他说一下，对不对？说一下让他等等再打过来或者怎么样的，对吧？然后结果接起来是一个女生，然后他问我是谁，然后我说我是他女朋友啊，然后他跟我说他是他女朋友。有，哦，他是我客户。不不，你客户为什么说是你女朋友呢？这确实是我这边自己没有处理好这段事情，我那时候也是一时冲动，因为他确实是我一个客户啊，然后他可能一直纠缠着我，那我这边的话也是没有直接拒绝他，可能就产生了这个暧昧的关系。这个暧昧关系你是怎么界定的呢？你跟他到哪一步了？你把他界定为暧昧关系？是因为他一直缠着我，我只要一出差一到福州，他这边的话就知道，只要知道我在福州，他就会想办法去来找我啊。那你没告诉他你有女朋友吗？我跟他说了啊。然后呢？然后他还是要一直缠着我，我也
我也很没办法啊。他查你查到什么程度？就是我一到福州，他就想办法来找我啊。啊，那你那我就说，那我实在想，我不能告诉他，我没办法啊。我也很烦啊。你跟这个客户发展到什么地步吧？只限于他缠着你是吗？我也没有直接拒绝。你也没拒绝？对。那你们俩到哪一步了？所以这个时候女生傻了是吧？你就走了是吗？他来追我了，但是我还是走了。然后，但是他第二天飞回来找我了。啊、那个时候我还喜欢他的嘛？那我们毕竟在一起这么久，还是有感情的嘛。嗯。然后后来就原谅了。啊，原谅了之后呢？好了之后，后来就没过多少时间，因为我有一张信用卡是在他那里的，当时那个信用卡出来就是有账单的嘛，就有短信的。他花了10000多块钱，那我就问他了到底怎么回事，然后他就跟我说是给客户用的，然后我就去查那个账单了，查出来是买包的，然后我就问他了，问他他跟我说是给那个女的买的。我那时听听老师们的意见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小伙子，你游泳水性可以吧？可以可以，水性可以，就可以脚踩两只船了。你刚才口口声声的强调，自己的姑娘好不好？好，谢谢博宏兄啊。来，立冬，
谢谢二位哈、啊，给我们分享了你们的这个恋情哈、啊。我觉得你们两个人还都属于爱无能的阶段，尤其是女孩，这个女孩这么漂亮，居然爱的能力这么低下，你是。你如何确定他跟那个女生断了？你确定不了。
其实女生是没有底线的，女生的底线至少是我爱一个人，我会允许这个人犯错，对不对？是吧？只要这个人改了，我会一如既往的爱他，这就是女生的底线。为什么所有围观的人都很气愤？因为围观人的底线比较高，就咱们的底线是高于这个。你背叛，背叛我绝对不可以。好，那你背叛了，被我发现了，我愿意原谅和宽容你，但是你不能欺骗我，你欺骗我是绝对不行的。女生还是说，那你欺骗我还可以，有一有二，还可以有三有四。女生的底线一直在退，你发现了吗？这东西你有几种解读啊？第一种解读确实是爱，就爱让人糊涂；第二种解读是不甘心、不服气。人有时候愿意赌气啊，你赌这个气是跟谁赌？跟他赌吗？还是跟你自己赌啊？有好多人在这个问题上通常犯这种傻错误。你说底线他不知道吗？你应该知道这个底线吧，对吧？跟谁较量啊？跟那女生较量吗？人都没见过，较量个什么呀？所以啊，你要想接着较量，继续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到这么一段情感当中去，我们当然是没有意见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干扰别人的生活。你是真的底线低到了比大家都低，还是你确实在赌气？你的心里是最清楚。男生以后啊，坦诚一些，你诚实一下吧。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糖真情六十秒。我知道，我之前做了这么多错事，我也是真心的悔改。我也改了很多的坏的习惯，我基本上都是你说什么不好的，那我后面也会尽量的去少做这些事情。我知道这个出轨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事情，但我还是希望你能原谅我，给我一次机会。我之前给过你机会了，我觉得我的信任都给你消耗完了。好了，谢谢两位，请回啊，谢谢。来，请关门。最后到底怎么选择是别人的事情，什么结果我们都愿意乐见其成。一个人如果他能改，当然我们是欢迎的，我们也希望他能改变，通过这样的事情去变好。女生如果选择了原谅，那就当是一种宽容。但是我们在想，善良是不能被欺辱的，对吧？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那几天和古方红糖感谢我们的首席战略合作商古方红糖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来吧，请开门。飞逝，请开门。接下来有请托雷老师进入到惊云中央厨房，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伊贝诗爱情保鲜局。有网友提问，我有牛皮癣，我想问问你，我还可以再找下一个他吗？若开始新的感情，我患病这个事情是交往的时候告诉他呢，还是感情稳定之后再告诉他？
要么开始。一个人的肉体可以承受痛苦，但精神绝对不能倒下。有的时候往往是躯体正在承受痛苦，但精神和人格依然坚强和独立，这样的话才能够得到异性的钦佩和欣赏。所以当然你可以选择下一段恋爱，但是记住千万不要隐瞒病情，非但得不到对方的理解宽容和欣赏，反而会遭到别人的痛恨。所以勇敢地去接受下一段恋情，并且实话实说。我们的节目是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要保湿易贝诗纯的爱放心爱易贝诗纯净面膜冠名播出的。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前往易贝诗的官方微信或者到易贝诗的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那几天和古方红糖感谢首席战略合作商古方红糖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爱情保卫战由你看世界，世界看你的海伦凯勒眼镜大力支持。再一次对以上机构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